女人哪个部位最重要？是 collagen 松。很多人都不知道哪里是 collagen 松，其实我们看不到的，它在我们皮肤最底层的500微米，得那里的细胞会懂得制造骨胶原。不想肌肤变老，就要叫醒 collagen 松里面的细胞了。不过很多医生说，普通的护肤品和 facial 根本就入不到 collagen 松，所以我就选了 Venus 的冷冻光学，它才可以真正入到 collagen 松，刺激细胞制造骨胶原，这样的护肤效果才是最明显的。而那村纹凉凉地都挺舒服的，现在皮肤漂亮了，明显很有弹性，连 friend 都说僵了。